有烦恼吗？那一定是因为站得不够高。上言萧客，下绝气浮，便是对悬空寺最好的描写。站在悬空寺上俯瞰，便有一种立于悬崖峭壁之上，危楼高百尺的失重感。悬空寺总长约为32米，最高处离地50米，为纯木结构。从远处看去，全寺仅由十几根直径15厘米左右的木柱支撑，伸手即是天涯，人间喧嚣烟火难以触及。它以半叉横梁为基底，巧妙借用岩石的浮托，用各式长廊梁柱相互支撑，有如精密的蛛网一般，构筑出了一个稳定的木质框架。攀悬梯，跨飞栈，穿石窟，钻天窗，走屋脊，步曲廊。建造者既是最高明的建筑大师，又是最虔诚的宗教信徒，遥想当年令人遐想，回看今朝让人神往。有生之年必要去悬空寺一游，一睹这世间奇景。